你好，你好，干啥？老铁，老铁，录制视频呢，干笑呵的，笑呵的。老铁啊、哦，老铁啊，飞机马上起飞了啊！家人们啊，一会儿到韩国就直播啊！今天的礼品相当给力了，联系客服啊，一会儿到啊，给你们买礼品，买赠送的礼品啊！喜欢的老铁关注我们一会儿下飞机的直播。老铁，拜拜吧，一会儿见了。上飞机上也挂呀，搁家都寻啥了？打瞅啥？再他妈让我一下。到韩国不给你买钱啊？流水。